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您知道吗？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力还有战力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根据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研究，答案是人口结构。不过在我们台湾，因为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原因哦，这个国发会就预估在2070年人口数将会降到1400万人左右，也就是50年后大概少了700-800万人。因此现在就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在人口政策上做了哪些努力。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民政处处长张云祥。小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祥。处长好。第二位是我们宗教礼仪科科长蔡春堂。小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春堂。蔡科好。第三位是我们户政科科长李金贵。小军好，我是户政科李金贵，跟大家问好。李科好。一开始呢，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虽然我们现在少子化又高龄化，市府在人口政策上做了很多努力。首先就是我们的联谊配对，给一分钟的时间，让各位把心里想要的事。双手合十，虔诚的祭拜月老，拿着红线回家，希望牵起姻缘，来保佑大家。拜完月老，也向妈祖祈求一切平安顺利。就用过去离婚率高，市政府5年前开始举办单身联谊活动，大受好评，也成功配对不少参加者步入礼堂。对啊，忙上班，然后手指头伸出来都是 OA， 都做黑手，所以很少女孩子会想靠近。我就看 FB 来的，觉得还蛮新奇的啦。对啊，心目中的对象。有缘就好。参加者也到虎仔山休闲咖啡馆，透过活泼互动游戏，让大家享受悠闲的下午时光。最后在月老加持下，总计有7对男女成功配对，政府献上满满祝福，能够找到人生伴侣。就是要鼓励民众乐意结婚这一件事情，所以市府很努力在办这个单身联谊活动。我们要请教云祥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市府长久以来的理念以及即将要做的事。好，愿婚乐生安心养，让大家非常极度高意愿要来结婚，然后快乐的一起过生活，然后能够安心的来做好为下一代以及长辈甚至自己的教养的相关的工作，这是我们民政处一直以来在人口政策上非常重要的三个理念。那相关的工作，我们会从单身的联谊派对开始。现在人大家拿着手机啊，或者是有人喜欢自己单独的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人口数反而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好的幸福氛围，让单身的朋友在利用这单身联谊的活动，能够聚在一起，因而产生的一些情愫火花，然后能够共同能够走出一段美好的生活，从婚姻开始，然后步入家庭，然后能够诞生下一代。我想这样的一个单身的联谊活动，每一年都要来举办，而且要更有创意，更符合时下年轻人的需求。那我们稍后这个单身的联谊活动爱在基隆相遇时，还会跟大家做介绍。是，哎，真的，哎，就是他们办活动都会到月老庙去请求月老好好的加持一下，希望可以成功。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李科哦，其实要办这么多年的活动，今年是不是可以恢复正常呢？因为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暂缓嘛。是，疫情期间以来，为了配合防疫的政策，联谊活动多受影响。本府今年暂定在7月2号礼拜天，还有7月15号礼拜六，才两梯次的活动，每场次，男女各30人。那当天我们会先到那个庆安宫，先集合并祈福。那随后我们会安排参加者列队向月老来求婚姻。那本次活动会有全新的风貌，从午后幸福婚姻列车启动后，将陆续前往基隆特色的景点，并安排首座的餐点，在于穿插互动小游戏，
发现真心传情时间、深澳铁道自行车的活动等一连串丰富且温馨难忘的互动回忆，希望配对率能再提升。哇，所以今年的活动有分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微电影的下午茶派对，另外一个是铁道寄情美味关西一日游。要请科长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活动的内容特色是什么呢？处长可以跟大家分享。好，七月二号星期天哦，这个活动会办在我们八斗子朝兴公园，有一个过去是大家时常拍婚纱的一个地方，有人称它叫绿色隧道。后来海科馆地名叫龙轩典藏库，这个龙呢是包容的龙，它把各种这种环境的因素，包括种植的榕树、大自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整个这个海岸山脉上的一些情景，包容在我们这个绿色隧道里面。那是一个拍婚纱，然后让男生女生能够在那边悠游，在刚刚讲到的这个下午茶的时光哦，所以地名叫微电影午茶派对室内的联谊哦，所以七月二号已经相当热了，我们安排这样活动。那在龙轩园区里面呢，海科馆有一个浮琴宿舍的设施，现在也委外经营，打造成号称为四星级的这样的高级的饭店。那在这个饭店里面，落地的玻璃，然后再加上非常宽敞的大厅，然后非常优美的这种环境里面，两个最对坐在一起，我们会抓六个人一桌，然后呢，总共刚刚讲30个男生、30个女生，然后每20分钟还会交换座位，让大家也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因为30个男生、30个女生不会是一直都这一对在一起哦，那大家可以在这个短的时间20分钟之内换一次，让大家互相可以认识，这是其中一个。当中也会穿插一些让这些单身的男生女生呢，也可以刚刚提到产生幸福感觉的一些游戏。那第二个活动呢，就在隔两周的星期六，7月15号，我们也特别的来商界的基隆区域会非常崭新，而且具有专业的这个我们叫食鱼的厨房哦，就是来煮鱼煮料理的一个厨房。然后这个厨房我们会请我们的单身男女呢是8个人一桌，然后两个一组来制作海鲜的披萨，还有海鲜炖饭，有专业老师来教大家。然后大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不但可以学习到老师的专业技巧，这当中当然是要设计很多两两合作的这样料理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在合作煮饭当中，哎，觉得说，好像这位男生或这位女生，手艺不是很好，或厨艺很棒都有，但是在当中大家可以互相的在聊天啊，然后来互相认识。那这个活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做完料理之后，我们会到八斗子火车站，号称北部的这个多良车站，美丽的海景在望海乡那边，然后会骑乘铁道脚踏车。那铁道脚踏车当然就两个一台脚踏车，然后在铁道脚踏车的路上几十分钟呢，可以尽情的聊天，然后把刚刚参加的心得或者自己的这个感觉啊，或者是想要跟对方透露的这种情感，能够在脚踏车里面就两个人一个小包厢可以在那边透露出来。那这个活动叫做铁道寄情美味关西一日游，所以一样还是会先到庆安宫的庙城，然后透过庆安宫很专业的这个祈福月老加持，对，跟月老祈福，那一直就开宗明义的就告诉这三十对的男生女生，今天月老就在你身边，那个红线帮你们一线牵哦，那或许你想要跟对方继续的来保持联络，或许你也看到其他的单身的男女，我们也很乐意让他们可以凑在一起，所以偶尔也会交换一下，所以这样活动我是个人蛮期待能够帮基隆市创造更多有爱的这样男女的关系，或者各种多元性别的感受都能够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来产生。哇，这真的是月老哎，民政处就是我们的月老。那我知道这几年办下来其实是有配对成功，对不对？我们要请教一下李科。好，那单身联谊活动办理以来一直深受市民的好评，我们从106年就开始办，总共办了13场次，然后那
累积超过有3000人以上的报名，那实际参加者有734名，那活动中，成功配数达总共有78对男女哈，其中一对男女在107年11月18号，他们步入了红毯，完成结婚大事。那去年我们也有3对陆续结成连理，也有不少参加者活动结束后，那持续联系交往，似乎都会在借由每年活动成功增加曝光率，那有助于将活动讯息传递给潜在的人群，作为号召的诱因，吸引更多单身市民安心的参与，让本市成为甜蜜城市，幸福城市。那我们特别就是有做配对的方式和纪念品，那我们是为了单身联谊活动参与度和配对率，皆提供活动当日配对成功者，我们就送他精美纪念品，并在活动落幕前颁发最佳默契奖，请配对者上台接受幸福祝福及拍照留念。那我们特别又提了一个结婚的奖励啦齁，目前就是为了加温活动结束后缘分与延续活动的效益，并鼓励结婚佳偶分享幸福的喜讯，有蜜月首特奖，好，这特别的奖齁，那也只有一份啦齁，就是参加者在一年内登记结婚第一位齁，将提供奖励措施，我们会提供免费的国内旅游住宿券，或者是2人饭店的餐饮券，来延续这个活动的效益。谢谢。哇，哎，真的市政府真的很用心。我记得之前还送那个旅行游人出去玩，对不对？然后另外呢，我记得庆安宫好像也加码，如果你结婚真的成功的话，他还会再加金钱现金祝福。所以可以看到市府真的很用心，他就结合了各个单位各个力量，就是鼓励民众要乐于结婚，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侣。那接下来要问一下，就是其实单身联谊当中是不是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让李克印象很深刻的案件发生？好，那我们承办那个单身联谊活动的时候哈，所以积极大部分在，就是因为家中的那个长辈，几乎每年我们在过年前就接到家长或者是民众打电话来询问，就是说他们要报名这个活动的时间啊，因为家长比较心急，那积极想帮儿子啊女儿来报名，有的家长会亲自到办公室来询问，当确认录取名额时，就会像中奖一样的开心，那还会打电话频频来跟我们道谢啊。我们也衷心鼓励未婚男女不要拒绝长辈的美意，多给自己认识异性的机会。哎，真的哎，就是要鼓励大家，就是愿意走出来来认识异性，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你人生另一半。没想到家长都比自己的儿孙还要心急，还亲自跑到办公室去问哦。对对对，哇塞，居然有这种事，真太厉害。那刚才你有说，就是其实报名人数有3000多人，对，结果成功入学只有700多人，对，哇，所以这也是抽签吗？因为每一梯次哈，那个名额有限啊，嘿，对对对，所以就抽签，或者是先到先赢之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筛选的机制，对对对对。对，好，就祝福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啦。那要请教一样，请教李科哦，其实民政处也会举办城市联合婚礼，请问是不是有在联谊上牵线成功并步入婚姻的情侣们来参加联合婚礼呢？好，那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了哈，那我们在去年8月份举办的联合婚礼了哈。那我们就有3对新人，他们就是参加单身联谊活动啊，进而交往认识的。那我们也非常开心啊，能够促成他们在基隆变为对偶了哈，也显现民众对市府去办理活动的支持。好，那可以请处长或者是李克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相关的资格。
OK， 刚刚提到七月份二号跟七月十五号星期天跟星期六两场活动，这两场活动特别是三十位的男生跟女生加起来共计120人，这样的资讯我们会公布在网站上或者是市府的 APP LINE 的这个官方，我们都可以来自放。对，那最重要资格有几样，第一个是要25岁以上，第二个是保证自己是单身的状态，这单身的未婚啊，或者是过去可能婚姻有遭受到困挫、离异啊，或者其他方式，但是要是单身的人哦，所以我们会有一些透过户政科也可以查对到这相关的资料，所以我们也会尽责任的来让单身男女参加的活动是安全的，在安全的环境里面跟安全的对象来做这个单身的对象来做这样联谊的活动，所以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活动。那全部的费用都是由我们市政预算来编列，报名者无需再出其他的报名的费用。那但是在参加当中是要必须配合整个活动的规划来全程参与，希望能够产生出更多的佳偶，能够在基隆市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爱的城市里面来生活。我们基隆市在新的小爱爸爸市长之后，除了要创造有爱的环境、友善行人以外，还要做好这个干净家园。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会请市民拭目以待，会渐渐的会看到更多像儿童活动中心。基隆常常下雨，我们希望在冬天的时候能够让孩子们也有游玩的地方，不要只看着手机、看着平板电脑、看电视。我们希望在基隆市7个区能至少有3到5个。现阶段已经2个室内儿童活动中心，也就是信义区公所的信义儿童活动中心，以及即将开幕的七堵区公所七堵儿童活动中心。小爱爸爸甚至把市长官邸都要来呈现出小爱乐园，也就是第3座的儿童活动中心，即将会放在在正信路上的寿山路交叉口的这个基隆市市长官邸，那还会在其他区域在寻找其他的儿童活动中心。然后在这个招商的部分，小爱爸爸本身过去有很成功的事业体，所以知道如何的这个找到或者创造出适合企业来基隆落地投资，因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相信今年只是我们的第一年单身联谊活动，我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要来搭配市政，然后来创造更多单身的这个朋友呢入籍基隆，来到基隆，然后在基隆工作都可以来参加哦。这不单单户籍在基隆，甚至你在基隆工作，我们都接受你来参加单身联谊的活动，进而在基隆这个落地生根，然后共地美好的家庭，然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安心的来做教养的工作。这是我们单身联谊背后有这么支持我们的这个市政团队以及小爱爸爸给我们信心，把这个活动办好。哇，刚刚真的讲很多哎，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爱爸爸，我们的市长谢国洋，真的为了这个人口增加这一件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当然，市府在集团结婚的部分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而且每年都有创意，一块来看看。掌声欢迎。在基隆港湾无敌美景陪衬下，36对新人依序走着红毯步入会场，接受大家的祝福。今年基隆市联合婚礼首度在基隆港东岸旅客中心3楼的丽都蝶客花园举办，在美景簇拥下完成终身大事，让新人们直呼好感动。感觉不错啊，那个风景蛮好的，而且今天天气也很好，就还蛮幸运的。我觉得很热闹，然后又有这么多亲友的见证下，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有你，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和欢笑。是。很漂亮，很浪漫。其中有3对新人是因为参加基隆市政府民政处举办的未婚联谊活动，进而认识交往，最后修成正果，让基隆市政府这个红娘当得很有成就感。应该是在游戏进行中的时候，对，然后有一些活动上面的，就是有讲到话，对，彼此有打到彼此喜欢的点啊，所以就
然后但是其实就是结束之后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彼此对，还有后面一些小小交流的部分。担任证婚人的庆安宫主委童永哲强调，在妈祖保佑下，所有新人都能幸福安康，甜蜜成家。我做证婚人非常光荣啊，所以今仔日去参加这个新人新娘婚礼哦，真幸福。有市长、有专业者、国宾、贵宾来个祝贺啊。除了基隆市政府赠送的除湿机、金铲子及市议会提供的嫁妆外，许多在地企业也加码提供蜜月行程及精美贺礼抽奖，让所有新人获得满满的祝福，开心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可以看到我们市政府对这个集团结婚非常的用心，设计了非常多的巧思在里面，而且还运用了基隆的观光景点。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蔡科，跟大家分享一下颇受好评历年来的特色。小军，各位观众，我大概跟大家来大概说明一下我们本市的市民联合婚礼，诚所谓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所以说这个市民联合婚礼其实对我们市民大众其实非常重要，愿婚乐生这部分是国力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我跟大家大概来说明一下我们历年办理市民联合婚礼的特色。从107年复办以来我们曾经停办过一些时间，但是107年复办呢，曾经在朝庆公园看日出，哇，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憧憬看日出啊！对对对对，108年更加风动的游轮婚礼啊，这个真的是当时盛世公主号造成非常非常踊跃的报名，有人4点就去排队了，对，这是全国首创。另外，在109年跟110年这两年当中，透过文化局大基隆历史场景计划。办在我们要在司令部的教官院舍，还有另外一个在旧正滨一位大楼，这两个充满古迹文化历史背景的地方办理，所以也得到非常众多的好评。当时在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案，就是我们基隆的子弟，年轻子弟，他可能曾经跟一个北一个南屏东的一个我们的女性朋友、青年朋友两个交往当中，我们基隆这个帅哥就带着他的女朋友啊来游历我们所有的基隆，不管这些古迹或是风景胜地，所以带他经过透过我们的联合婚礼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修得共枕眠，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基隆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鼓舞了。在111年我们当时的基隆港务大楼新建刚启用，所以在所谓的蝶客花园广场那个屋顶的花园广场就举办这个联合婚礼，也是得到外界非常众多的好评。这个花园临近我们那个游轮，当时疫情的关系，所以游轮就比较少看到，站上去就好像在游轮上，对对对对，站上去就好像在游轮上面，那个虚拟实境，所以说。去年办的这个也是非常获得非常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好朋友的称赞。在今年我们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上任，他就希望张彦祥处长跟我就能够把基隆能够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这个 slogan 能够带到我们婚礼里面。所以我说我跟处长大概就跟我们配合厂商，我们精心的规划。就希望今年的婚礼还在我们西山西市这个蝶客花园广场来举办，因为今年游轮已经进来了，所以说这个无底的海景会带给我们所有这些新人们，其实会有一番永恒而且甜美的幸福的回忆，这个很重要。所以说这些新人能够成为婚礼的很重要一个代言人，代言基隆，能够把基隆宣传出去。这个对我们市民联合婚礼来讲，其实是不管是透过我们结婚，或是未来的观光行销宣导，都是非常重要。是，真的非常重要。可以看到我们市府的用心，今年一样可以让你有在游轮上、海上城堡结婚的感觉。那当然可以看到市府它在疫后的结婚热潮，其实强攻这一块幸福产业链的大饼，其实花了很多心思。我们要请教处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
基隆市政府在民政处这个单位啊，下辖的就是区公所，还有七个区的户政事务所。大家知道，户政事务所是我们人生应该第一次接触的文书类别，全部在户政事务所。出生的登记啊，就在户政事务所。包山包海什么都管。你人生最重大的这个事情，结婚呢、啊，也会在户政事务所登记。我们今年准备预计现在三个户政事务所，分别是安乐、中正跟七堵。结婚的时候现在都要拍照，过去要拍照，但现在拍照要很棒的这个背景，我们有这张叫打卡景点，那设在户政事务所里面。更特别的是，我们这个背景是经过两位我们基隆市的年轻朋友，是我们基隆市的市民，像不知道镜头拍得到吗？哦，像这个这样的背景，浪漫希腊风，很浪漫，大概就是这种风格，欧风。对，那我们会从当地的特色来做一些构思，这是专业的设计做出来。我们期待的是基隆市的市民，刚刚提到愿婚，愿意结婚，然后来到户政事务所拍的美美的照片，带着自己的摄影师，甚至户政事务所因为有这样背景之后，甚至想要在一个月的某一天或者一两天，能够请摄影师来专门驻点在那边帮大家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会冲洗给大家，装在美美的框里面，成为自己跟家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那不只是基隆市的朋友，其实早在台北市也有很多这样很漂亮的背景。过去是很多基隆市的年轻朋友结婚跑到台北市去登记，因为结婚登记只有在我们的户籍资料上会显现，不会在身份证或者任何地方。不过那个背景，那个相框里面的照片有这么美丽，大家都会来。所以我们未来期待北北基桃，甚至刚刚科长讲屏东都上来。刚刚科长在讲屏东跟基隆，好讲到我家，我妈妈就是屏东嫁来基隆。不过过去没有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以前回外婆家都搭火车搭了五六个小时，现在高铁方便了，一日台湾。嗯，高铁下来转成一个快捷巴士，就马上可以到我们所有的户政事务所，甚至一般火车就可以到七堵的户政事务所下来步行一下，穿着婚纱，带着所有摄影师，然后车子开过来也很好，然后在漂亮的户政事务所拍照。我们规划的日期是8月22号，这是情人节的前夕，我们会在安乐户政事务所让大家用童趣、儿童的趣味当背景，或设计出来这个安乐户政事务所的拍照的打卡的景点，拍婚纱照。从8月22号就不强迫大家穿着婚纱来了，但是你可以穿你自己喜欢的。对，那你也可以试心来踏查。那我们也期待很多朋友拍完照之后，帮我上传他们的 IG、脸书、Twitter 放出去。我很期待，搞不好还有国外的人士来在台湾，跟我们这个基隆市有爱的城市，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全亚洲都来基隆办理结婚。不过国外的人在我们台湾结婚必须要先入籍啊。然后再来是中正户政事务所，是要制造一个户外的空间，然后营造主题哦，然后来拍摄这个婚纱照，预计9月20号来开启这个新的婚纱照的这个背景的景点，山海无敌景。中正户政事务所就在民政处所在地，窗户打开就可以拍了。对啊，那前面就是大沙湾历史场景，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崭新的玻璃屋，玻璃屋未来也会有这个知名的企业进驻。那是过去的公车处，然后在公车处对面又过去全台湾第一个公车公司流水社，也是后来成为官邸，是这个要塞司令部的，对，要塞司令部的司令官邸，然后后来变成一位李姓家人的李宅。我那边真的很漂亮，整修起来，所以好香。来到基隆，这个不管各区这个户政事务所，来到七堵，七堵是10月27号，七堵户政事务所旁边就是旧火车站，是吧？所有喜欢拍婚纱的，特别摄影师，他可能就会主动介绍我们去那边登记啊。今天我们就开车过去七堵，去基隆市的中正、基隆市的安乐户政事务所旁边就有景点，安乐户政事务所也可以顺带的到我们这个附近的景点，像大五轮炮台啊、情人湖啊，听起来就是拍婚纱的好地方。可以到外木山的这个叫做湖海大道啊，就能拍海景的婚纱。所以基隆市真的是一个适合结婚，然后在户政事务所有完善的规划，然后美丽的这个拍照背景，再加上
外面的这个好的风景。那其实基隆市现在的雨水是渐渐的少很多，那气象报告也很准，各位也可以选择在室内拍，好天气可以在室外拍。那来到基隆就是又可以室内拍摄好的风景，室外有美好的景象，美好的这个自然跟人为的风景，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基隆，也欢迎基隆在地的这个所有的年轻朋友、单身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往这方面想象，然后赶紧结婚吧。是，赶紧结婚吧，就是我们的愿生。那我们第一关打勾，然后接下来就是乐生，愿意开心的生小孩。那其实生完小孩，其实市政府又结合了各单位来送新生儿礼物。我们要请教李科。我们民政处贴心将新生儿成长的养育资讯，好，我们会已经有结合我们民政处、教育处、社会处、卫生局、文化局，还有家庭教育中心等单位，哈，对这个议题都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啊，哈。那我们为了落实 CEDO 永续的环保减值的目标，从今年112年，我们采无纸化，以电子书的方式连结，所以我们随时用 QR code 照一下，那就有那些电子书的资料就都有。那因为以前这个纸本有时候，大家拿了还是怎样，就都不见了，就不会用了，到时候要找又找不到。那假如说用这 QR code 的话，你随时在官网还是哪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可以呈现出来给家人来看，说，这小孩子需要哪些东西，这个提供这个很好的一个资讯啊，吼。那我们为了欢迎新生儿的来到了，那我们有提供新生儿礼袋，礼袋就是这一袋，那这真的是结合那个各局处提供的一些资料了，像这个新生儿手册，这个是之前的用纸本，那未来我们是用电子化的电子书的部分。那其实这边也有文化局他们提供的童书，所以说这个来就是新生儿到那边登记的时候，我们这边礼袋就会都全部准备了，这是童书，还有这个阅读手册，这个资料都蛮齐全的。那我们也有提供相关的一些给小朋友的，这也是各局处提供的，像这个是一个袋子，给家人用的，这个手帕。这个是我想说你要拿出奶嘴，对对对。那之前也有不同的局处，他们就说我们真的有奶嘴，每年都有换新的这个小礼物啦，说这个东西还蛮丰富的，也蛮实用的。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杰西宝宝的那个兑换券，这也是我们春晚就是有找到那个来赞助的。它可以十份的那个米食的那种，可以婴儿食品，对对，婴儿食品，对，这个东西也都一遍的就可以提供了，好，谢谢。哇，所以可以看到师傅很用心，集结了各单位，把所有各局处的礼物通通收集起来，在你登记你的小朋友的那一天，就直接把这个礼物送到你的手中。那接下来要带大家看，我们的小朋友长大之后，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基隆市政府在幼教的部分越来越强大。一块来看看一日幼儿园。找找看，这里有几只竹节虫呢？可以摸，可以近距离观察。小朋友和家长们化身成观察家，感受大自然的奥妙。目前里面有7只竹节虫，你可以找找看在哪里。然后呢，它吃的食物是芭乐叶。想要在家种菜吗？这里也可以哦，当小农夫，亲手体验带回家。这活动还不错啊，自己种植物啊，回家可以看它如何长大啊。还有，水饺怎么完成啊？市长爸爸跟小朋友们一起包水饺，现场笑声不断。水饺好不好吃，看小朋友露出的笑容就知道。DIY 的课程让孩子从这个动手当中学到食物从哪里来，然后如何吃到更营养、更健康的食物。
还有许多摊位呢。老师们展现对教学活动的用心与巧思，让孩子们动手动脑，拉近了家长与幼儿园彼此间的距离，多一点亲子的时间了。而且其实像我们家的老大已经去上课了，但妹妹其实还没有接触到是幼稚园，所以增加就是带他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幼教课程成果发表现场吸引了不少民众带着学龄前的幼儿参加。教育处邀集了15所公立幼儿园，将各式特色学习区课程让亲子体验，赠送线上报名前200名家长新书外，也在现场发放500份的小礼物给参与的幼儿。我们这本激发创意完美学习，集结了我们历来优秀的得奖还有优秀的课程，然后把这些课程发展的过程集结成册，希望能让外界知道现在基隆幼教课程的内容跟进步哦。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也在仁爱国小的现场把幼儿园的学习区搬到现场来，让家长做一个体验，知道现在幼儿园的课程哦真的是非常的多样哦，以及具有探索跟学习的性质哦。就是要让家长放心，幼儿开心。教育处努力营造学前教育环境，执行课程历程与多元样貌。5月6号、7号将办理公立幼儿园及非营利幼儿园登记抽签，提醒有需求的家长别忘喽。可以看到教育处真的很用心，当然也是集结了我们各单位，我们从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整个流程都交给我们基隆市政府。那当然在成年的时候有办了一个很棒的成年礼活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蔡科。小军，各位观众，容我跟大家来大概来说明我们今年哦，今年成年礼非常不一样，成年礼赞特别的 slogan 就是说哦，18岁其实是对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其实非常重要，在身心灵、的转变其实非常大、所以说市政府其实用了很多新的规划，把今年的成年礼办得与以往不同。以往的成年礼大概有办过田道路跑、江子寮山的登山、还有海洋巡礼，还有基隆屿的登岛，还有大轮炮台健走，另外就是借由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成年礼的活动，希望我们这些从16岁到18岁本市的我们这些高中职的学生们能够更了解家乡的美。其实认识家乡非常非常重要，基隆其实是一个山海城市，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成年礼这个行作，他们内化让他了解说我们在转变身心灵转变 之中能够改革对心灵的，不管是外在的、内心的种种的体会，能够让他的身心更能成熟。所以说，今年的活动也是一样，我跟影响处长，其实我有透过很好的规划，就是今年跟大家大概宣布一下，今年我会办在暖冬峡谷。为什么办在暖冬峡谷？你要挑战淡蓝古道。对，这是我一直在力推的淡蓝古道的挑战。走读淡蓝其实对这条国际的步道来讲其实很重要。你们走到双溪啊？没有，先跟大家稍微打个关子保密。所以大概就是会有一些挑战啊。哇塞，淡蓝古道其实说真的，其实它难度高低的那种非常、非常多啦、所以说我们会找一个比较适合，对，每一段不一样，找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青年朋友来走读一段。为什么要走读淡蓝？因为淡蓝古道在200多年，我们这个历史的一个这个时间轴、对，时间轴的发展上，其实淡蓝很重要的一条，从宜兰、到基隆，尤其是暖暖是淡蓝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这个就更重要了。所以带着我们这些青年好朋友认识自己的家乡，了解淡蓝，那更重要。因为淡蓝古道里面不是只有自然生态，另外还有它的历史文化的背景，这个也更需要让我们这些成年礼的这些青年们能够让他来参与，能够让他来未来啊，能够经由成年礼这个活动，能够让他成为成年之后能够身心灵俱佳，能够把我们这个好的我们的这些成为社会的榜样啊，社会的栋梁。
对，就是要鼓励孩子成我们的社会精英、社会良作。所以今年规划的这个淡蓝古道的挑战，真的很不错哎，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走走，不只认识生态，还可以认识我们基隆在乡的历史文化。那民政处近年来其实还有非常多有关节日的节庆活动，像即将要到的端午节，听说今年有新亮点哦。我们先请科长来分享。端午嘉年华活动，这个也是新的市长还有新的处长还有我共同呢，我们集思广益啊，脑力激荡，所今年所要创造的一个新的活动的议题啊。因为节庆如何把它透过活动来延续传承，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端午嘉年华会的活动，我们透过一个寓教于乐的形态，把我们今年最夯的这个 STEM 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其实是从美国白宫啊，它对于教育改革所产生的一项形塑的教育的议题。但是我们透过这个 STEM 的这个教育的课程，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端午嘉年华活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创新的一个活动的结合。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所有参加这些小朋友们，那个不同于以往参加的参与的嘉年华会等等那种一次性的或者很快就容易忘掉。所以小朋友透过 STEM， 什么叫 STEM？ STEM 就是 Science 科学， T 就是 Technology 就是工程，E 就是 Engineers 工程， M 就是 Mathematics， STEM STEM 这个活动其实就是说希望透过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等的教育课程，把它融入到活动之间，让我们这些参与的小朋友能够透过学习，而且更重要就是 teamwork 团队的建立，这部分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来讲很重要，打造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对于他未来发展，尤其身心灵的发展其实很重要，那个成熟的人格特质，这个对未来都很有帮助。另外处长有需要要跟大家补充，大概对于我们端午嘉年华活动，对，今年就是暌违很久，大家端午佳节又开始可以热闹起来了，而且我们处长真的非常用心，他跟很多学校就是接触，就是希望让小朋友可以留下家乡最在地的端午回忆。我们要请教处长。大家都有明显感受到小爱爸爸在主政的时候对孩童的关爱是付出来自于内心的，给予孩童很多的祝福跟帮助。那刚刚我也不断地提到，现在孩童因为科技的进步，虽然得到了一些便利，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在行为上的一些一致性或者集中中心化，比如说大家都拿手机平板那我们现在这是端午节，就希望孩子们可以走出来，那我们去中心化。过去的端午节就是在我住的那八斗子渔港，然后大人们在划龙舟，小朋友在那边写生、晒太阳。中午一到的时候立蛋，小朋友当然不会一直晒太阳，他会躲在那个旗楼里面。对，那但是我们不希望说基隆市虽然不大，但不能老是让孩子们集中来那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小爱爸爸想要对更多孩子，所以我去中心化把这今年变到两个地方一处会在七堵的儿童活动中心，七堵区公所楼上，然后一处呢会在海洋大学。那为什么要选择在海洋大学？因为我们今年的划龙舟也在小爱爸爸的支持之下、认同之下，我们让划龙舟活动也让孩子们来体验，更让身心障碍者能够下到相对安全的海大竹木池，它有完善的这个下水的这个波道，然后安全的环境，更有专业的海大的相关体育系的教练、教授、同学们一起来协助孩子跟身心障碍人士体验立桨，还有立桨龙舟，然后龙舟，还有独木舟，甚至水上的溜滑梯，这个跳台、甜甜圈等等这样浮具。我们很期待让龙舟端午文化能够延续，但结合新的设备、安全的环境，让大家可以共享。海大的海上这个竹木池里面有水上活动，海大的校园里面可能是在室内陆上龙舟，就会有刚刚讲的我们科长讲的这个 STEM， 透过美国最新的教育的这样系统，
灌入在游戏当中，让孩子在游戏当中认识刚刚的这科技技术啊 ，technology engineer 工程，还有 mathematics 数学这样的道理。另外，还让我们的孩子在游戏当中认识什么是端午节。五十粒蛋真的要在中午吗？还是五十粒蛋在其他时间也可以？打破一下就可以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但现在蛋很贵啊。哦，对，我们用的是对，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力学或者相关的科技的技术，然后透过游戏，孩子我相信他在参加端午这样的游戏之后，会在他这个脑海里面根深蒂固的产生很重要的回忆跟印象。那我们希望在游戏当中呢，来过这样的节庆。小孩爸爸非常重视节庆感。嗯，我们这个在中华民族的节庆不少，可是节庆感越来越少，感觉啊，是吧？像大家讲说，以前的过年很好玩。对。哎，我们现在不但要过年好玩，连端午节都要好玩。嗯。而且好玩到他能够想要再来，而且想要知道说这个游戏能带给我什么，带给我什么样的成长，然后更让他能够懂得地球永续。所以刚刚我们金贵科长讲的，我们把那个这个新生的手册改成一个 QR code， 无非就是减少使用纸张。对。哦，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地球永续的 SDGs 的概念能够放进去我们市政府的施政，然后把游戏为孩子做游戏，因为最近很多游戏场因为中央规范过去没有做好规范，游戏场拆掉了，孩子游戏的空间又更少。虽然这个会赶紧的把从中央由上而下要赶快来部署，但是我们现在不只是期待游戏场，我们还创造了现在已经即将有第二个场所的室内儿童活动中心，基隆市的孩子不用免费可以进去玩游戏，游戏才会刺激孩子的大脑，而不是坐在那边看手机。还有在活动当中，你看连端午节我们都灌注游戏进去，而且教大家很多很多的知识跟科技跟永续的概念在里面，我相信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期待，很想去玩。对，参加的对象呢大概是国小三年级到六年级，然后预计是20个队伍，一个队伍大概10个人，所以一场大概就是200人，然后我们会分别2场，所以让孩子们能够赶快踊跃的报名，尤其附近的七堵附近有很多像长兴国小、七堵国小这3到6年级就来体验。明年我们会再找其他地方，或许会在新的儿童活动中心，或许会在其他的校园或礼堂里面，让孩子从这样端午节就可以感受到传统的文化、新的节庆感，还有游戏带动他们欢乐，还可以在游戏当中学习成长，还产生继续想要参与跟学习的这样欲望，这是我很期待的地方。那我再细一点讲，我们大概会有5个关卡，就是闯关的游戏。第一个关卡是刚刚讲认识50粒弹的迷思跟科学的粒弹挑战，这每天都可以立就对。对对对对对，你还可以回去表演，还可以分享给其他同学。然后认识端午节的由来跟防疫的习俗，我们疫情刚过去。对对对。然后过去端午节就有很多像雄黄酒啊，对，每人发酒。然后50水啊，然后让大家知道会利用香包做中药，然后还有基隆的8个景那个特色的风景，做成。昂阿飘，我不知道怎么说昂阿飘，圆圆的，小时候我们都会玩，小时候玩的，真的小时候玩那游戏会力学进去，要怎么扇？现在是那个陀螺啊，战斗陀螺。对，还有结合环境议题，我们会收集一些海废、海滩废弃物来做海废的绘画，还有端午节也是中华文化纸艺相关的纸艺 DIY 的活动，折纸啊、剪纸啊相关的纸艺活动，非常的精彩，然后也非常值得。孩子们来一起来参加，总共有400位孩子能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参加这样活动。哦，所以要先报名吗？还是的。哦，好，到时候都会公布在网站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这样一公布马上就来报名。也欢迎学校组队参加，对不对？哇，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开放多元，欢迎大家都来体验我们基隆在地。孩子们从小留下对基隆的记忆，节庆端午节，那就这样，每个节庆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历史。那最后，当我们这个人生课程结束的时候，也在基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蔡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正在建筑工程的生命典藏馆，这是一样什么样的工程呢？小金哥，观众，基隆生命典藏馆这个命名其实其来有致啊。
一般我们都指大家比较认识的就是殡葬管理所啊、南农公墓啊，但是为何会把这个纳古塔命名为基隆生命殿场？因为生命其实在形态上是有限的，但是生命不灭，精神不灭，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经讲过，生如夏花绚烂，死如秋月静美。所以生命永恒的追思，对我们人来讲，尤其对我们圣人朋友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所以如何提供一个很好的追思环境，这就更重要。现在目前新闻议题很夯的，大部分都是在讨论所谓的生命营区的新建，引起轩然大波的很多很多，大家在新闻上大概看到。但是我们基隆特有的，在南农公墓的殡葬管理所，我们原有原地重建这部分，就可以避开所谓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yard， 这邻避的效应就可以避开。所以说原地重建对我们基隆生命典藏馆来讲，哇，这个是对得天独厚。所以希望各位市民对于基隆生命典藏馆的支持应该 会更多才对。因为我们的旧有的纳古塔这张那个图片，导播看一下，这是右手边，这个是旧有纳古塔，纳古的形式。另外就是这模拟的那个，就是我们未来基隆生命典藏馆，大概就是会改成这样。所以说新的生命典藏馆会纳入我们不管是生命永续，就是 SDGs 生命永续，还有绿建筑，另外更重要会提供我们所有市民好朋友的无障碍设施，就是电梯。以往这个纳古塔其实没有电梯，爬上去啊。对，所以造成我们一般长辈们，一般我们这些市民好朋友其实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啊。但是因为那个它是73年新建的，所以那时候在电梯的设施其实还不足，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急迫性？在我们新建这个基隆生命典藏之前呢、我们有站错的工程，站错工程是原来在纳古塔这些先人的，包括骨灰坛啊、骨灰瓮等等，还有灵位牌等等，总共大概有19000多个，这数量其实非常非常可观哦。所以说我们在去年年底，整个站错工程搬迁完成，也透过说明会来跟我们市民好朋友大概说明我们大概期程大概有多久。但是因为这个新建一个公共设施需要一定的时间，要透过水保计划、建筑执照的申请等等，所以大概预计的时间会大概115年，到115年2月才能够完工使用。我这份先跟大家报告。所以说我们新的生命典藏的骨灰柜大概有50000个，双人的骨灰柜大概有4000多个，还有骨骸的大概也有4000多个，另外在灵位牌大概有18000座，这个跟大家大概总共大概就是50000多个这个数量。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使用很久很久的一个生命典藏馆。所以但是另外跟我们这些市民好是不用钱，对不对？放这边那个要钱，但是费用我们会另外再调整，因为市长跟处长我们会另外再研议了。市长跟处长其实会如果打造一个有的城市，我们本来我们这个收费办法就已经针对低收中低已经有提供很那个优惠的那个补助减免。那所以说但是未来等新建完之后，我们也透过一个合理的价钱合理的价格，让我们一般市民都能够使用，把我们这些先人们不管是在占座区或是未来，我们都能够进驻到这个崭新的上面。另外最重要就是提供我们这些市民朋友一个很好的追思使用的空间。是哦，可以看到民政处真的很用心，而且业务范围好大，包山包海，从出生到死亡什么都管。那也可以看到我们民政处的用心哦。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请处长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有没有什么要呼吁民众？好，民政处站，刚刚我们科长两位科长，户政科站，然后宗教礼仪科站，我们不管从我们新生儿一直到单身的联谊，结婚的美丽的背板。温馨的环境，让大家能够愿婚乐生，又加上安心养，
然后来到我们宗教礼仪科，刚刚讲成年礼赞，然后在我们的所谓联合婚礼充满了爱，然后到我们端午节友爱城市，从小孩子的教育游戏当中寓教于乐，还有到最后生命典藏馆让人家期待。在这边借这个机会也要来补充说明，生命典藏馆有很多现在被我们占错的，原本就在我们的纳古塔，这些我们的好朋友们小孩爸爸很重视大家现在彼此的这个相对忍耐一下。那我们新的馆现在已经进行请照的水保的部分，赶紧就来让请照完成之后就会赶快发包来动工。我们希望能够在小爱爸爸任期之前就能够让大家有新的典藏馆，市民朋友以及现在被占错的这些朋友都可以看得到。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但是工程需要一些时间，请照也需要一些时间，115年，对，请大家多多的包含，民政处会努力跟大家一起创造有爱的城市。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看到我们的愿生热养安心养，这个热生安心养的人口政策，可以看到民政处的努力，相信基隆会越来越宜居，展现最有爱的城市。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